好多人在排队哦，还有帐篷，就是这里，这是你今天要吃午餐的地方。对啊。那现在几点？早上4:27。对。We're too late。刚到第一件事情就先问前面排队的同学有没有蚊子。白的啊，白的。对。好，欢迎你来。啊，你也知道新闻报，新闻报，哎，新闻报。哦，啊，你唔知道，今天是要食迄一间烧碗肉哦，要食鱼米。嗯，嘿，你是帮哦，场非常的竞争。真的，听说有人晚上昨天晚上8点就来了。我19。你19，八十九，对，那个我也算了。你19，好，我19，那我就17，对。打开是个帐篷吗？有弹簧床吗？上次在追 K 懂飞机，现在4点半在追这个。你的行程不好跟呢、欸，不可能吃不到吧？不可能啦。你知道我们算晚了吗？有机会吃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不要告诉我这个消息。为什么人这么多？当你以为你是早鸟，不，你只是别人的午餐。他结果讲完之后，他就低头问我们说：“所以你们在排什么？”他们不知道，很不知道排什么，他们知道要来完成任务，专业哎，大开眼界，真的从来没有遇过。然后待会苏珊会先去送小孩上课，然后他再来跟我们会合，因为一个人可以拿4个号码牌。各位，彼得爸刚刚已经做了非常完整的介绍了，你们就去他频道看一下就好了。我们负责吃 ，OK？ 所以你们是专业拍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有没有突然觉得那些阿姨来这边，你们排队可以赚钱，很开心？还是排队赚钱的，对，我知道，真养的。这个地点就是在赤峰街承德路这里。然后呢，店家已经帮大家画好，大家知道会排队嘛？因为日本也在排队，台湾人也很爱排队，所以呢就画了一条线，从门口绕一圈过来。现在温度不算热，大概26度。最凉的地方是店门口那个10°C 那个作业室，就是你现在去摸它是冰的，凉的啦，不知道冰的。号称什么都点得到的 Uber， 你可以点到帮忙排队的人吗？我问你，如果有人请你帮忙排队，你觉得你的代价是多少？代价哦，嗯，就跟着来一起吃啊，这么简单？他又不是以这个为主的，他靠的他不缺这个钱。如果是这个要拿来赚钱的话，就是请开价200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号码牌200，200我觉得合理吧？我觉得不吃一顿要600，而且你排从你早上4点、哦、啊，你早上、哦、那应该算10金啊？你是说美金吧？如果今天有人啊跟你说你4点来排队。然后到9点拿号码牌，你会收他多少钱？愿意？6000就可以了吧？你觉得6000你愿意做？10000好了。10000，10000好了。涨价了。10000好了。大家觉得，如果你4点要来排队，工作时间到9点，你会收多少钱？我刚刚问到一个愿意分享这个排队秘辛的人。你好，我们是跑跑腿平台，我是跑跑腿骑士，今天来代排这个碗肉鱼米哈。代排的话就是有一个基本价，就像计程车有基本价，代排费用是149，这是平常假日。平时要、okay. 因为晚上10点到早上8点，这个是会加成1.5倍。哦、oh. ，所以说平时的话就是149再加每3分钟10块钱。OK， 就是一般时段。嗯嗯嗯。对，那。我们前10分钟是不算钱的，第11分钟开始，每3分钟10块钱。哇！相对的夜间加成就是149加1.5倍就是224。嗯。那3分钟就变15块钱。我今天是8点。你是接受委托？对，我们客人下的是8点。哦。对。那方便透露最这样代价是多少吗？不含送券过去给他的话，就纯粹这边排就大概3000多吧。3000多。对，了解了解。所以你不可能说今天有人出价钱说，哎，这个位置给我，你也不可能让掉。不可能，因为我们是代表平台，平台也是我们就是懂懂懂，要完成任务。对，我要完成。除非是像他们这样。那如果有人出价，你会多少钱可以买动你？没有，没有哎、欸，真的。5000块，哎、欸，5000，第一顺位，对，我剩第五呢。哦，我们第五，15顺位。啊，真的吗？哦，我们两个剩。哎、欸，那你可以出15000可以哦。你他现在买？没有啊，更前进往前。15000，10000块要先去看医生。
去买霸王别包。对，我在做个社会实验，想知道，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数字，你可能说，哦，我要百万。反正做还吃得到。是不是觉得？是不是觉得其实几千块还蛮值得的？改天再来吃，改天再来吃，对啊，可以啦，是哈，嗯，现在还有可能，赶快一个帮他网络说，哎，没人买这个位置，赶快来。我们现在遇到一个也是排队很前面的人，我想要知道一下他的代价。我第一个来排，你是第一个，全部第一个，几点？7点多就来。7点多，前一天晚上走，所以帐篷是你带来的吗？不是，是我朋友，友情之缘。我们轮流排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兴趣排的，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，他就走到你面前说。出个价，把位置让给我。哈利波特其实还好。你的价钱是多少？100万我就买。我们之前哈利波特抽的。100万哦。你知道钱很出多少吗？5000到10000。5000到10000。你要考虑，因为可能真的不会有人给你100万，但是5000块真的会有人给。很少。5000块超少的哎、欸。哎、欸。被攻击了。真假的称是你说5000啊？真假的？你说愿意？他抽10000啊！10000，比较好，10001，不是二，非常的坚持，这个位置是他无可取代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知道价格了。美国朋友打电话来说，这种排队的时程不是非常适合时差的人吗？谁时差？就是如果有美国朋友回来。睡不着，半夜睡不着觉。很多都是那个打电动，就是打到一半，觉得蛮无聊，就跑来的大学生。可以来开直播啊，在家打电动也是打，在这边打也是打，是不是？还可以赚钱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为什么不开直播呢？没有人看。我是在退取。哦、OK， 好，我帮你附上你的 ID。啊、你要记得给我。我新来的雷梦。啊？我新来的雷梦。我新来的雷梦。对，现在素颜哎、欸。哦，真的，那我帮你美机一下，还好吧你？好，所以你几点来的？2点，好，昨天下午2点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凌晨两点，真的、哦。然后我来之后，后面就一直都没人，然后我想说很无聊，这么早了，所以你2点开直播了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我问一个，我问每一个人的问题。好，今天如果有人要付钱买你的位置，我给他多少钱？你直接给吗？要给钱啊！对对，好，你跟我讲个价钱，多少钱啊、哦？对，我排了7个小时 ，OK， 7000块，七千块，你第几位？你知道吗？我第11位，7000块，各位同学，7000块可以买到第11位哦。叫什么？美西太太。哦，美西太太，啊，刚刚有观众认出你。哦，真的吗？啊、嗯，他们很开心。哦，好，那他是我观众。哦、他很开心，他就说平常我在看你们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真不好意思。你觉得你几点会迟到？11点吧。想要几点？11点，因为我住台中，我等一下吃完就要回去了。哇！因为刚好那个有大稻埕，有烟火，烟火，对。然后我昨天去野柳，划算呢。对、啊、一次上来做那么多事情。嗯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什么雷梦？火星来的雷梦。对不起，我老了，没有比较难记，因为他有记起来。OK， 好， Hi. 记得哦，退去了呗。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接受采访。现在早上8点不到，我们已经快把建成公园绕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人龙到底有多长。公园有姐姐们在做运动。转角有年轻人们也在做运动，排队运动。没有虫，哇！我已经飞到了小岛福尔摩沙。根据急救人员表示，这名男子已经出现幻觉。终于快要9点了，那现场排队人非常多。还好呢，就是因为这在公园旁边，所以多数地方都是有绿荫的。只是你要小心的是蚊子稍微多一点，专业人都知道要先带椅子来，大家来建成公园排队的时候就稍微知道一下防蚊椅子还有冰水。这个谢谢，恭喜啊，谢谢你们大成功啊，谢谢你这么低调就来了，
啊，谢谢你们。怎么样？哇，大早。哎、欸，很厉害、欸。好玩的啦。谢谢。哇，凌晨就来，然后有昨天晚上就来的。凌晨就来了。对啊。啊。谢谢。没有吃到。怎么办？哇，谢谢！没有吃到不肯走、哦，后面一定会吃不到的。对啊，一轮是20个嘛。嗯，那现在我们如果预估一个小时一轮的话，就是大概8轮。OK。对，除非有人吃比较快才可以。你们7点就关门了？我们9点关门。哦。对。那今天如果有一个富豪说，我带160个人来包场包店，可以吗？日本就不愿意给包场哦，真的哦。对，不愿意给包场，不愿意给预约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还要每天当天来排。对啊。哇，那你是分店什么时候？很快。这个真的很难复制。真的、哦。嗯，这个的技术层面太高了，是人的技术。对，我看你，可是你捏的形状蛮好看的啊，蛮艺术的、啊。不行，完全散掉。杰哥有频道哦，大家赶快订阅起来。杰哥不错、哦。紧张了，最后倒数不到3分钟了，在最后一刻，这家店还没开幕哦。Google Review 已经从昨天晚上的4.1颗星涨到4.3颗星了，大家排队也是很有心得。那小姐贵姓呢？好，那这样就可以，他这边会给你整理间，可以帮你做介绍。谢谢。晚上6点。对。电话是要几点？啊，没有到的时候一定要11点。好。刚刚陆续有几组就说他要订11点的，然后很快11点满之后，还有人要订11点的，然后店家跟讲说可能要11点10分哦。对，他一个时段是11点跟11点10分，然后12点跟12点10分。是吗？就是一个小时是两个。两个。可能怕10个人挤在一块。而且他只问姓。什么姓啊？哇，也没有留电话。然后有现在11点的，还有那种2人坐的，因为大家都4、4、4，所以有空几个2个人的。对，好香哦，我已经闻到味道。等一下，好香哦。没有，那是你的幻觉。你排到了？排到了。你排几点？11点。十一点。哦。我刚看感觉满。哦。11点的。是哦，恭喜啊。换我们了。还蛮乐观的。那三个。是哦。一定吃得到，你看1点才有机会哦，有可能。希望大家都订晚上。对 ，Hello， 你好，辛苦喽。不会你们太辛苦了。对，不辛苦。我有2个跟3个，所以没关系，我先帮你登记2位的。然后你们，因为我们讲说，如果可以一起时间的话，我看一下哦。如果要一起时间的话，目前的话是1点10分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那就是我们他拿2个人的位置，对。好、啊，那我这边帮你做登记，不一定就是会坐在同一个舞会这样子哦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时候的状况。了解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哦，这边会帮你发。好，我们的入场券。OK， 好，然后后面有写入店去吃，然后你到店之前先扫描到我们 IG 的用餐去吃。OK， 好，那謝謝，然后记得带这个，然后记得不要迟到。好，谢谢。日本人嘛，耶。你中文好好哦，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，很棒。刚刚他说你的包包很可爱，对，在哪边买的？就是那个 Toga， 也是日本设计的。Toga， 送。哦，谢谢。那你有个人 IG 吗？有啊。那可以给他一下吗？好啊。可以啊。因为会有很多人问。哦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要帮频道的观众们谋福利。没有开放的耶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可以筛选。可以。排队最大的成就是拿到他的 IG 吗？你排几点的？排1点10分。1点10分。对。耶。你觉得4点半来值得吗？我觉得刚刚好。对，我觉得至少一点就是吃，算是吃中午。CP 值蛮高的。对。因为我们只晚了2个小时吃，可是我们晚了人家5个小时排队。各位，现在这个贴纸，这个 sticker 非常的重要。哎，你不要掉水锅盖哦。讲着就掉。这个决定了你到底可不可以进去哦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拍起来存证。不行，他们两个居然都不负责任，通通丢给我。不在不在就交给你。现场拍卖。对。我目前的话，8点的话就是一定要拆开，因为我目前的话是各位已经来到晚上7、8点，还不一定能够坐在一起了。那我看，哇。剩没有几组呢，现在开始比较确定人数了，所以店家已经去跟比较后面的人讲说，你可能排不到咯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留下来等等看，搞不好会有一个人的位置。目前的话只剩下全部都在一位的位置而已，所以中午只剩一位，全部只剩一个人的位置，11点，然后还有晚上都只剩一个人了。
排队。不好意思，后面可能今天都没有了。先看一下，对，今天都已经登记完了，没了，对，单一个都没有了，对，一个都没有了。之后是有可能制度化，就是说一天可能会有零星几个名额是随抠。我目前的话，目前应该是不会有随抠的啦、啊。但是就是如果真的有这种移位的，那我们有可能真的有人没有来的话，我可以。那因为我们这边在日本的时候啦，大部分都是一整天都没有人来。哦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先把你留这样，不然的话到时候也不能保证。对，我没有办法保证说当天一定会有人不来。了解了解。所以我如果把你留的话，我怕你们的就是心里一直有期待。有期待，然后要你负责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也不是要负责。像崔先生他也是，他了解了，对。对对对。啊，等你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客满了，今天客满了，不好意思。根据那位美眉的经验。几点来排队比较保险？六点以前，我觉得四点半跟我们一样差不多是可以的。哦，比较能选择的东西比较多，因为最后几个都是零星的。哦，了解。就是、一个人一个人的位置。OK。对。因为大家通常喜欢中午或是晚上，所以我们也排到大概一点多，但是我们是四点半来的，我觉得是最好的时间，就不会觉得排太久，但是一定会排到。六点绝对不行。耶，终于换到我们了。On your face, but I guess that wasn't the case. Story short, I made a move, but all I did was make a fool out of myself. It wasn't cool, the feeling wasn't mutual, yeah. I played myself, I'll admit it. I got lost in my imagination, didn't read the situation. It ain't your fault, I get it. You were being nice, and I was being so in love with you. Yeah, I ain't trying to be alpha, but I pay to be with you. That's what I told her, for she gave me the cold shoulder.